辛巴赏你的，哎呀，听歪了，他会怪我吗？芝士披萨请配上酱油，那他是要番茄酱还是不要番茄酱？要番茄酱，哎呀，真麻烦，非要我给你不能自己拿吗？抱歉，今天来晚了些，这有个你的快递，我没有点快递啊，疫情期间不能送快递啊，免费的东西当然好啦，好吃就行了。我们不要这么看脸，好不好？看着好好吃哦，接受挑战，少放点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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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芝士放多了，可是我就是喜欢吃芝士多的。哎呀，好可爱的宝宝呀！您长得真年轻，真看不出来你生过孩子了。快，好吧，你让我快点。哎，少放点，哎，少放点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过去了？怎么过去了？那我再做一份吧。啊，他不要肉，他不要肉，好吧，忙着夸他了，那再来一份。哎，卡着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这怎么扔啊？谁知道这怎么扔啊？左边哪里有垃圾桶？哦，他已经拿走了。啊，我怎么亏了7块钱？昨天做的呢？昨天做的他都没给我留，可是很浪费，我应该留着回去当宵夜吃的。谁说丑？谁说丑？你看吧，人家说跟他要求的一模一样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有点听不懂，看不懂中文了。为什么会有人那么喜欢玩这个游戏的？我切了一刀了，就因为我笑了一下。好吧，我不应该嘲笑的。他不给钱，没关系，我有钱，我们不差钱。我怎么又亏了7块钱？哈哈，回报我。写个 S，从中间切开。啊，对不起，手滑了。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应该不会介意吧？sorry 呀、一张纸放酱料的披萨，怎么这么烦呢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，真客气。我知道我很优秀。都9点了，我还在工作。我已经要过劳了，我咳嗽是因为我9点钟了，我还在上班。哇哦，今天亏的比昨天还要多，快9块钱。我们玩到倒闭，好吧，玩到倒闭我们就去玩五子棋。今天给你来一个巨无霸套餐，好不好？给你铺满，祝你赚大钱。哎，看能不能分我一口？哦，今天居然赚钱了！这次怎么居然赚了4毛5？哈哈，你好，你好好，好好心哦。我才发现我们店面就非常的整洁，一张桌椅都没有。蘑菇，给你多吃点。我操，最讨厌吃蘑菇。你讨厌披萨，你就走吧。哼，他真走了。蘑菇也爱吃猪肉粒，能两个都要吗？切2半。好哦，好哦，当然可以啦，小妹妹，连养活自己钱都没有，能帮帮我？大家都很不容易哦。这样，我给你吃我最爱的蘑菇。怎样才能破产？不行，客人的需求还是要给的。给你打个折，你还要切16块？做梦！扔掉！哇，他是盘旋着进去的，互相分享给各自的粉丝们。目测你店要火，我不想火。
什么？还要我拍个照？看看今天能亏多少？我怎么又赚钱了？为什么？是我的材料放的还不够多吗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都不要蘑菇？大家都跟我一样不爱吃蘑菇。多放点啊，多吃点。都8:15了，都8:15了，我还在上班。9点钟了，快快快！终于下班了。哼，赚的一天比一天多。啊，是很可爱，和你一样可爱，村长。不要肉，不要蔬菜，不要水果。那请留什么？这位女士，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你自己说的，不要蔬菜，不要水果。哦，蘑菇属于菌类。蘑菇披萨呀，非常感谢。好了，今天老板因为刚刚这个人客人太生气了，给你蘑菇给你铺满，好不好？给你铺满，拿笔给你铺。哎，这蘑菇还有大小哎。好美味的披萨，还要一个。这个我就给它放一个，看看会怎么样。看什么？中等水平，能不吗？蘑菇和朱若丽要去参加派对，但没有邀请之事。哈，你好幽默。所以呢，请问我们这场派对谁不在我们店？最会做的就是蘑菇披萨。又8:30了，我又熬夜了，忙着下班了。啊，又是你。你要不住这儿吧？希望他砸店的时候能够因为我做的这么好吃的披萨砸得用力一点。啊，今天亏本了。是啊，姐姐很厉害吧？想要一份腊肠披萨，要是再配上猪肉粒就更好。那我不给你配了。对啊，没有人要茄子留着我自己吃。哎呦，爷爷，你看得见吗？素食那就是当然有我们的蘑菇了。今天最场全场最后一天，给你多来点。清场了，清场了，亏本大甩卖，全场9元。耶、yeah, ，先看看，哇，居然赚了八块钱。我们下班了，下班了。